现在我们制作一下，就是爆盖板的，爆的厉害的跟不爆的，都给你试一下效果图。然后先做不爆的吧，先帮你去预热一下，最好就是戴一下手套，然后备的一些工具，这个东西常用的，还有一些测的，大概预热放进去，大概放10秒到20秒之间。就可以看得出效果了。然后这有个卡槽，透明的，然后放到上面，是刚刚好的。这个有弹簧顶住，大概就再等10秒左右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大概就钉起来，慢慢的钉起来，用点力。慢点用点力，然后一般胎后盖的话都是要摄像头那个头圈要刮掉，我现在是试做就不搞了，要慢慢刮力，效果就会出来了，相当完美。然后盖拿起来，然后上车接，好翘了。然后这个出槽，整个过程就不用1分钟，相当完美，效果不伤主板，不伤后中框，不掉漆，非常完美。然后下一个就是爆的厉害一点的，这个时间就要放久一点，大概要等它1分钟左右，因为这个爆的厉害，中间碎了，它的受力面积就可能不在这个地方了，只能再加热预热一下，戴一下手套好一点。大概放进去，还是一样的方法，再预热一下。工具啊，一定要备好些啊。好了，预热差不多了。好，慢慢顶上去。好了，然后一个撬棒。这种最的厉害的也不用说非常难度，就慢慢的来。相当完美。胎基的话一般来说也是爆的厉害，也是大概最多就5分钟到8分钟之间可以全部解决问题。工具很重要的。好了，好了，一个过去就好了。好，爆的厉害也是几分钟搞定。OK。